Okay, see you screen. Hello, 大家听得见我说话吗？看一下有 question. 喂。OK，那看得见 PPT 哦。好嘞，那我们准备开始。再稍等2分钟。好的，那我们开始吧。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每周四 Go Markets 的网课。我是分析师 Joy。大家一定会想，今天怎么不是 Jacky 啊？怎么换了一个人？的确是。我们以后呢，准备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吧，就是会有不同的人来讲，希望能帮助大家能够更全面的看到这个市场。那一切开始之前呢，还是一样给大家做个风险提示，我们都是一般性建议啊，不涉及到您的个人财务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那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莫纳什应用金融学的硕士生毕业啊，也就是莫纳什的 Apply Finance，对，比较擅长呢是做澳股或者说股票的分析吧，对外汇这方面可能薄弱了一点，对，因为这方面的话 Jacky 可能比较擅长，因为他毕竟已经在行业里面待了10年了嘛。那我的话呢，因为有一个金融的背景，那可能比大家可能稍微强一点，对吧？做一些澳股的分析啊什么的，相信我们有不少听众也看得过我写的文章啊，像是沃尔玛啊、微软呐、或者说是 CSL 之类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我们周日 Go Markets 的讲座做一个预热啊，我们周日呢，请了我们全球10大技术分析师之一的戴尔·顾比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戴尔·顾比呢，也可以算是平均线的大师吧。对，那我们今天呢，也会介绍一下他的生平，然后介绍一下他的核心思想，以及他最著名的那个顾比移动平均线。我们会教大家怎么使用我们 GoMarkets 软件去添加、设置、保存我们这个顾比的移动平均线，然后呢，之后使用它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交易。那我截了一下那个百度百科上顾比的介绍啊，他那个1990年进入金融市场之前呢，他还是一个对普通的中学教师，但是之前呢，他并没有说对金融比我们任何人了解的更多，但是可能他比较善于总结，对，他就在进入市场之后呢，慢慢的用他自己当时可以去使用的技术指标呢，去进行一个揣摩啊，然后研究出了这一套顾比移动平均线。那我们之后也会给大家介绍啊。那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顾比的主要的几个理论，对不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他说证券价格有3种走势，而不是2种，它可以持续的横盘上涨或下跌，那就跟牛顿定律差不多嘛。他有一个说，价格在受到外力之前会保持原来的运动方向，一旦在运动的过程中遇到外力，就会发生偏移，这就是牛顿第一定律嘛，对不对？那在市场条件下，这可能意味着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或者是足够的影响力，能够使股价走向偏离，甚至改变趋势。那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那大概是什么样的重要的新闻事件能够改变，就是一个股票它既有的趋势？就像我们最近一直会看到的，像是 AGM，大家应该知道吧？AGM 是什么？其实它英语的全称叫 Annual General Meeting，也就是年度股东大会啊。像是最近发生的，就是 Afterpay 也公布了它的年度股东大会的那个报告啊。其实它是财报比较，
它的 AGM 其实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它的股价反而下跌了一点点，下跌了4%，这可能是因为大家对它的预期太高啊。那又像是 APX，对吧？之前价格比较低了嘛，到了之前19块钱也到过，然后慢慢回到了22块钱。那出了这个 AGM 之后啊，一下子就涨到了26啊，一天好像涨了10%几，对不对？啊，那这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外力。那除了 AGM 之外呢，像是年报也很重要，像是我们刚刚过去的8月份的财年报季，对不对？那个时候出了很多很多的年报，基本上每一个公司都会有一个啊年报出来，那个时候呢就会改变它之前的既有的趋势啊。那像是 NAB 啊，像是银行 Westpac 之类的，最近有遭受了很多的反洗钱的审查啊，这种大的事件也会影响股票的走势和价格啊。所以说，顾比说的。它的价格就是一个股票，它的走势可以有3种啊，有横盘上涨或下跌。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个突发事件的话，能够使它这个趋势进行改变。所以我们看到顾比的假设是跟牛顿第一定律是一样的，市场是有惯性的。那我们来看几个场景嘛，像我们之前先从横盘开始说。那如果说一个股票它的价格持续横盘的话，那它继续横盘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假设它是70%，啊，这个数字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顾比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而得出的比较符合事实的猜想的一个数字，啊，他和他的团队经过了过去11年的对比，然后得出了这个可能性，可能其实它的可能性呢是80%甚至更高，但是顾比呢为了给我们一些突发事件留出一些余量，所以说他把它调整到了70%，啊，那我们知道除了说横盘的话，那我们还剩下上涨或者下跌。就是分别分了30%的一半嘛，那也就是15%，各占15%啊，这是他的观点，也是他之后所有一系列的核心。那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也就是价格上涨。那价格上涨的话呢，我们给它设定的保持趋势呢，把它设置成75%，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凭空又多了5%呢？因为大家知道，如果说一个股票啊，它价格上涨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对不对？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去进行投资，所以说呢，它可能就会占的 weight 就比较重一点啊，就给它多加了5%，变成了75%。然后那上涨的动力其实是我们给它设定为是不变的，那就是15%。那剩下就是下跌的可能性呢，就变成了降到了5%啊，对吧？10%。那我也说说第三种情况，也就是说价格开始下跌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啊，那下跌的趋势它大概会是占到多少的比重？啊，可以占到80%啊？为什么呢？牛顿说啊，不是，顾比说这是重力加速度啊，因为墙倒众人推嘛。我们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是不是？如果说啊，一个股票的价格开始下跌的话，那更多人就要想要逃跑嘛，对吧？更多的人就会抛售，更多的投资者也会就是进入一种恐慌的情绪，而迫不及待的要把自己手上的股票全都套现啊。所以说，这个保持下跌的趋势啊，是80%，它有一个重力的因素啊。那一样的，它的下跌的话呢，我们也给它就是更下跌幅度更大的可能性，给它15%，然后上涨的可能性呢，也就只有5%了。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股票它在急剧下跌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想着去抄底，对不对？因为它很有可能继续往下跌啊，然后它上涨的可能性可能它上涨的力度还没有那么强劲，因为如果说只有5%的话，那其实买进去的话，可能性不是很大。给大家也出一道思考题，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从那个顾比的书上面截了一张图啊，这是一个股票的走势啊，然后我们给它画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线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多次触及到这个趋势线，可以证明它是一个比较长的上涨的趋势。
那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说我们现在把那个图凑近了看，我们在下面 A、B、C 的地方画三个圈，那您大概会在什么地方买入呢？结合我们之前所说固比的理论，它会保持它的趋势的话，大家会觉得哪一个位置买进去会是比较好的？嗯，有人说 B 其实不赖，对，但不是最佳的选择。我可以看一下答案啊，最好的答案呢是 C 啊，因为我可以看到之后股价它是直接就触及到了趋势线之后就立马反弹。那我们在 B 的价格买入的可能性啊只有60%，然后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啊，对吧？投资者喜欢说，我想要以更低的价格去买入这个股票的话，那 A 肯定也是不明智的。要不，如果说您能在 A 买入这个股票的话呢，要不说明它的趋势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不再进行上涨了，而是进行下跌了。那我们就何必要去买它呢？对不对？所以 B 的话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难去买进。那 C 的话呢，是比较可能买进的，而且比较大可能我们会持续获利的，因为固比也会讲究，它也讲究一个说知行合一嘛，对不对？如果我们说这个股票我们看涨的话呢，那我们就算价格高一点买进去啊，但我们能够确保我们是在趋势当中的。最后的结果也验证了它的理论，股价触及到趋势线之后呢，立马也就进行了一个反弹。啊，所以说固比的结论呢，就是价格的上升或者下降，并不是大家之前所想的50%和50%，而大部分情况之下呢，只是一个趋势的延续。啊，所以他觉得我们的准确率不应该只有50%，而是应该有70%甚至更高的可能性。对，这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去抄底嘛。但是买股票跟买菜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说去超市去买一盒蓝莓，那蓝莓之前呢比较贵嘛，不是季节的时候可能是5块钱一盒，那现在呢可能就2、3块钱一盒，那我们觉得挺便宜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一次性可能就买个3盒回去了，因为像我想想啊，现在买3盒的价格，之前只能买1盒，对不对？我就觉得很划算，我就会买的多一点。那我买到的蓝莓这个质量啊，其实是跟之前5块钱的质量是一样的，对不对？它只是价格更便宜了，所以我愿意花这个钱。但大家可以换位思考，想一想，如果说我们想要买的这个公司，它的价格比之前便宜了1/3，或者说1/2，那这个公司我们还应不应该买？因为一个公司的股价其实反映了它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是不是？如果说它的股价拦腰斩了一半，那其实挺说明问题的，对不对？那可能是它的经营状况出了问题，可能是它的销售情况好像遇到了瓶颈，那或者说是大家对它的预期大幅的下降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大家也要谨慎，不要总是想要去抄底嘛，是不是？我们也要做好仔细的分析之后啊，再去决定是不是这个公司值得抄，像是麦哥推荐的 AMP 就是属于值得抄的范畴。因为 AMP 它自己本身的价值就很高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重资产。对，我们现在公司这栋楼啊，就是 AMP 的大楼啊。像之前 Jackie 也讲过很多次，它的负债和它的现在股价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股价还比负啊比它的那个资产还要更低一点，这是明显不合理的。所以说，AMP 的股价迟早是要回去的。那它现在呢，也开始了一波小小的上涨的趋势啊。那麦哥自己呢，也在广播里面多次提到，他已经补仓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 AMP 这个股票。我们也有挺多客户也都一起买了这个股票。有客户说，Woolworths 和 Coles 都进入中国市场，哪个比较推荐？我自己的话是看 Coles 比较多，Woolworths 的话没有写过它的具体的股评，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说啊。但两个都是比较好的公司吧，就 Coles 的股价比较低现在啊，然后 Coles 的话，因为它
有了一个新的 CEO 嘛，叫 Steven Chang， 大家如果看股评的话，应该会对他有一点印象。他的话是比较擅长做运作的，就是 operation 的这一块比较强。然后呢，他在年初的时候 ，Jackie 也说了，他把 COS 的整个盈利模式都已经转型了，而是去大力的在昆士兰发展他的酒业，然后去进行一个盈利。然后他的股价呢，他的酒业上的盈利也体现在了他的股价上面，他股价也从之前2月份推荐的11.15块涨到现在15块多。我觉得这是跟管理层很有关系。那温沃斯的管理层呢，我个人不是很了解啊，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给您做出一个特别好的解答。那如果说您想要去买 COS 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 choice 吧，对，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 COS。Westpac 触底企稳吗？可能没有，银行股可能现在还没有到底。那我们这一段呢，等到之后答疑再跟大家慢慢说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固比复合平均线该怎么设置。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图，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在这里呢，它的红线代表了那些短期交易者的心态，那蓝线呢代表着它代表着一些长期投资者的一些交易的心态。那如果说短线在红线在蓝线之上的话呢，那就是一波比较明显的上涨的趋势。那同理，红线如果在蓝线之下的话呢，可能就是一波下跌的趋势。那我这张图呢，是以 NAN 的那个日线图为例子的，因为 NAN 它是我们 COCO 推荐的嘛，然后它比较特殊，它从 COCO 推荐之后呢，就一路猛涨，基本上没有掉下过，之前的，也就是没有掉下过这根线嘛，所以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明显一点，所以我们就拿 NAN 先做个例子，之后也会给大家看一些别的股票它的适应程度如何。那固比的概念呢，它的理念呢，就是如果说红线和蓝线它的距离靠近的话，那代表着一个趋势的反转。就比方说在这里，对不对？那红线和蓝线的走势啊，慢慢的接近了，那可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NAN 有一波下跌。那如果说红线和蓝线之间的距离比较大的话，那说明它的这个上涨的趋势是比较肯定的。大家可以在这里的时候呢，就可以大胆的去买多。那在确定蓝线是一个上涨趋势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红线去寻找我们的入场点和出场点。比方说在这里交叉的时候，如果您想要购买 NAN 的股票的话，那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对不对？我们之后又看到它的股价有一波上涨，然后之后呢又缓缓的下跌。那在这里的时候呢，在它在红线和蓝线之间的间隔距离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先平仓一部分，对，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利润可以锁在最高点。那等到它之后再继续回到了它那个红线和蓝线相交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再次入场。就差不多，如果说您是一个长线的持有者的话，那您就可以在这里持有之后呢，购买之后呢，您就一直等待啊，只要它不出现特别大的趋势反转，您就可以一直持有。这里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内容。那如果大家身边有电脑的话，可以打开一下我们 gomarkets 的软件，我们一起来设置一下，就是固比复合平均线，然后看看它对我们别的几个一些澳股的应用程度如何。变有点慢。对。
哦，像是我们之前 WBC 吧，我们就拿刚刚 David 问的那个 WBC 来做个例子。我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我先把它的那个底色和它的那个柱子的颜色做了一个改变啊，大家可以自己在自己我们的软件上面进行一个操作的改变，因为有些客户可能觉得哎绿色是涨啊，或者说是绿红色是涨啊，这都可以根据您自己的习惯来进行一个调整。那还是一样，我们再插入指标，然后走向。里找到 MA moving average，然后把这里呢从 simple 调成 exponential，好吧，变成指数型，然后应用到呢就是 low，可能这里默认是 close 啊，我可以把它改一下，然后把颜色稍微改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先做短线的嘛，我们先把它调成红色。那第一根线呢是三，好，也就是三天的线。三天的移动平均，我们把这个忘记改了，可以把这里再调，把它调成虚线，怎么回事？我的电脑好像卡了，容我再重新操作一遍。嗯，好像没有办法调整。大家可以调整吗？就是这边的那个线，应该是可以的呀。再试一个别的。好，不知道为什么之前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就先这样凑合一下。好，第二根线呢是五。第三根线是八，可以对着这个做。然后是十、十二、十五，快速的把它设置一下。那这样呢，我们的短期的交易组合就已经完成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会设置一个它的长线的 MA，长线的移动平均线。我们把它的颜色调成蓝色。那长线的话呢，是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和五十和六十，大家可以记一下，从三十开始，每隔5天，然后设置一根。因为没有办法把它设成虚线，所以看起来特别狰狞可怕，是不是？感觉好多个线啊！啊，刚才问那个 Westpac 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现在 Westpac 呢还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而且呢它的短期的线和它那个红线和蓝线之间的相差的距离也是被拉大了，那也就说明它这一波跌势是很猛的。基本上已经跌回了去年，看一下啊，看跌到了今年年初的位置了，但是呢，并没有趋势反转的现象，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如果说趋势反转的话呢，需要红线和蓝线之间的距离
相互靠近，那才会验证一个趋势的反转。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要入场的话呢，还是参考一下这个股比的移动平均线，然后呢等到它的长线和短线之间的距离互相靠拢了之后呢，大家再选择去进场做多，不然的话呢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因为它这个没有办法做成那个虚线，所以我给大家看几个别的公司，像这个的话是 COS， 然后这个是 West Farmers， 然后我们看一下 CSL 呢是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好，对，大家如果设置好之后可以右击点这个模板，然后选择保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每打开一次就设置。对，那给它起个名字吧，比方说就是 GMMA， 对，然后这样保存，那我们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应用就行了，在这个模板里面有一个刚刚设置的 GMMA 就出现了，对吧？这样的话还是很方便的，就不用说每次应用都要去重新再做一遍啊，而且你可以保存很多不同的模板，像是我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它是这样子的，像鳄鱼线啊，然后下面是放的是 MACD 啊，这些指标大家都可以随意的使用，或者说是保加利亚通道啊之类的，但是这个的话做股票不太常用，不是保加利亚，不是，是布林带啊，不好意思，又是口误。大家问的都是银行股啊 ，ANZ 和 NAB。NAB 的话，我自己有很多，最近也是让我比较自闭。NAB 其实几大银行股的表现都是差不多的啊，现在都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啊。之前也跟客户提示过，就是如果出了这种类似的事件的话呢，那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下跌的走势。这个是，对 ，NZ 也是一样的，它可能维持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吧，然后之后的话，银行股可能会就是会慢慢的企稳。AGL 的股票 ，AGL 的话，我有客户买过哦，好像是做能源的，但是我自己没有很多研究，所以我也不敢给大家乱推荐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先用移动平均线去试一下，对不对？看看它好不好，现在是上涨趋势还是下跌的趋势，然后再判断，再去研究它的基本面，对不对？看它基本面这个公司营业情况怎么样，看它的财报最近怎么样，好不好，有没有出什么负面新闻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在那个 ASX 的网站上可以看得到的，对吧？比方说 AGL， 跟 Energy 的公司。其实 Energy 的话，我之前有给大家推荐过，像是 Origin 啊，或者说WPL 叫塞伍德石油公司啊，其实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那 AGL 的话呢，可能如果我们之后觉得它不错的话，也会专门出一篇股评来研究一下它这个公司值不值得我们的投资者去投资。HLS 它的爆发期是在明年了，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HLS 是一家做那个医疗连锁公司，连锁医院的公司，对，他最近新收购了几家 Perth， 还有那个还有一些是 Queensland 的一些医院，所以说他现在的财报可能不是特别好看，因为他刚刚买了很多的重资产嘛，那他可能就体现在股价上面，就是现在也没怎么波动。那如果说等之后一切整合都完毕了，然后各个医院都开始进入了正轨，那它的盈利率也会体现在它的股价之上。对，这就是我的观点。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 GoMarkets 的股票推荐，这是我们九月份发给我们客户的。那可以看一下 CSL 现在的价格，好像今天的话是268，然后 HLS 的话呢，也就是没怎么变，就我们刚刚看过。然后 AMP 的话呢，现在是涨到了两，要不是今天好像是1.9块多啊，稍微涨了一点。那 WEB 呢也是比较喜人的，就是前天出 AGM 之后呢，就是出了那个年度股东大会，出了之后呢，它的股价当天是上涨了7%左右啊，一下子就从之前的12块钱涨到了13.4块多。对，然后那我们一些客户呢就已经获利啊出场了，对，大家可能会等下一波机会。那我们也看到 WEB 最近的股价也是慢慢的就回到了它，稍微已经回落一点了，回到了一些，还看错了，WEB，这回落还挺多的，因为今天就没有怎么看了。对，今天回落到了12.12块嘛，对吧？所以给他给，然后我们大部分客户呢都是在这边离场的，那是在10.2块进场的，就是在这里，到这里，对吧？还是不错的。那离场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就是所有客户也收到了我的提示吧，应该。对，我们 Go Markets 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手上有持仓的话呢，就会跟大家提示一下，不管是这个股票是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啊，或者是坏消息，如果说您在我们 Go Markets 有这个仓位的话呢，我们作为客户经理都是会第一时间提醒您的给您打电话啊，或者是发微信啊，看您怎么方便啊。如就像是 WEB 出 AGM 的时候，也是第一时间就会给我们几个比较重仓的客户，直接就是夺命连环 call，对不对？就给他们打了好几个电话，就跟他们通知这件事情啊，避免我们之后又一波下跌，那不就错失良机了吗？大家如果说在我们 Go Markets 有做交易的话呢，都可以看一下我们有的股评，我们现在出的股评差不多都在我这边的列表之上，大家看哪个公司比较感兴趣，都可以问自己的客户经理去要一下感兴趣的公司，然后对，然后有什么更多的问题可以跟我们之后慢慢的咨询。那还是老生常谈，讲了很多次了。不管是在格林威伍德的讲座，还是 President 讲座，都跟大家说，投资股票呢，一定要做好资产分配，分篮子放鸡蛋，不要所有的资金全都放在银行股上。我们知道有一个客户，不是，有一个客户吧，他自己在别的平台，然后买了4个银行股，就是Commonwealth、Westpac、NZ 和 NAB 全买了一遍啊，用他手上的资金就是只买银行股。我好像有，对，可能对。那最近的话，他可能就比较痛苦，对不对？因为银行股是在大跌嘛，那他肯定每天一打开一看，哎呀，都快吓晕过去，是不是？怎么没有一个是红的，没有一个是涨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分篮子放鸡蛋，然后。对，不管是零售、医疗、金融、科技或者黄金，都可以稍微去买一点，而不要说把所有资金全都压在一个公司上面、一个领域上面。这样的话，我们又不是赌博，是不是？又不是押宝，押对了就是翻仓，然后押不对就倾家荡产，这也不是，对不对？做投资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那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资金分散开来的话呢，那肯定就是风险会，综合风险会降低。那具体还是要看大家投的是哪一些公司。我们来看一下医疗股，之前，哎，可能打错了，应该这个是零售股。之前在2月21号推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股评嘛，那个时候 cos 也是11.15块。那现在呢，我都是价格都是截止到19号的，也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因为礼拜二是我在做这个 PPT 嘛，然后就按照了当时的价格来计算。
收益率呢，基本上我们当时如果说在我们推荐之后立马买进的客户啊，那应该就是有40%的收益。然后 West Farmers 呢，为什么是16%加8.43%呢？是因为 West Farmers 有一个股价上面16%的收益，然后呢8.43是它的那个股息的收入，所以说加起来的话也差不多有25，对，25左右。接下来是医疗股，那我自己的心头好嘛，对吧？CSL 一直在叫大家去买，从头说到尾，从5月说到11月，当然现在我不敢推荐了，因为它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这我也很实在的跟大家讲，那 CSL 的价格在19号的时候到了273，那 NAN 呢也不负众望到了7.4，那。我们的股评里面呢都有写我们具体的啊目标价，还有我们的建议的入场价，都会在我们股评里面是包含的啊，大家可以问客户经理要一下，然后去阅读一下，包括有一些关于每个公司自己不同的一些趣事吧，也会涵盖在里面啊，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枯燥的，大家可以当成睡前阅读看一看，还是挺有意思的，多了解一点嘛，肯定对我们交易更好。那医疗股带给我们的收益呢，差不多是32.5%和27.6%，差不多加在一起有30%的收益了。那刚才零售的话呢是，对啊，我数学也不太好，也是30%吧，平均。啊，然后说一说金融股，那个时候有推荐 NAB 和 AMP 嘛，就是主要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两只股票，澳洲的股票的话，那收益率呢就不是特别的可观，对吧？那 NAB 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价格都没有27.26块了，对吧？银行股是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对吧？有一点点的不爽，好像之前 NAB 到过29.09块，大家现在就会质疑自己，哎，为什么当时没有抛，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 NAB 已经收割了一波它的那个股息了嘛，它的股息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买银行股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它的极高的股息，还有特别稳定的价格嘛，对吧？你看它就算出了一个不太好的新闻事件，它也就从27块钱、28块钱好了，我们就算28块钱，然后跌到26块钱，那其实也就跌个2块钱。那如果说你把这个事件放在任何一个科技股上面，跌2块钱那是做梦了，对不对？像是 APX 那个时候从31块钱哗哗哗一路像是冲瀑布一样，直接就冲到了24块钱，对吧？也就没几天的时间。那银行股呢，我们至少能够看到它的底嘛。像是有些科技股的话，它可能市盈率比较高，那我们就不太好去把握，或者说是判断它下面的底到底在哪里。我们有些，其实我自己身边有些朋友啊，那个时候 afterpay 啊也好，APX 也好，跌到28块钱的时候都以为是底了，然后就进去买，然后26块钱的时候我就有点慌了，然后呢，但是又想想好像没有关系，然后呢又稍微的补了一点，然后一直到后来它跌到19块钱是彻底的傻了。然后就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忍不住了，就割肉了嘛。没想到现在又回来了。对，所以说科技股呢，就是有一种就是波动比较大，所以说它的风险就比较高。当然，如有些我知道一些客户他能够做好自己的风险控制的话，他用自己稍微就是资金里面的5%到10%去配置一些科技股，他自己也会觉得就放着吧，也没事，就一直等，对，就等到现在，他是在23块钱买进的嘛，那到现在的话，像前几天 APX 到26块到27块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收益了，然后对他选择就那个时候就出场了，那也是有一波收益嘛。那最后说一下科技股的推荐。因为我个人对澳洲的科技股，因为自己做过，然后的确是损失比较惨重，而且天天也是睡得不太好啊，买了这个科技股，心情就跟坐了过山车一样。所以呢，我跟我的客户呢就再也不说澳洲的科技股了，那我就把目光转到了美国的科技股。因为大家知道我们 gomarket 现在可以交易美股了嘛，那我做了一下分析和研究，
发现 Microsoft 这家公司是真的不错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股评，我大概写了差不多3000个字啊，大家一定要去找客户经理要着看一下啊，不然白瞎了我这3000多个字了，真的是伤心。那10月13号的时候呢，在 Green Wave 里给大家推荐 Microsoft 的时候呢，它股价差不多是138块钱。那现在的话，其实我都没想到它涨得这么快啊，它现在的话已经涨到了150块钱了，而且这个是美金哦，不是澳币。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呢，我想在13号的 Green Wave 的讲座也跟大家讲了很多了，很清楚了，就是 Microsoft 现在的云计算，就 Microsoft Azure 现在真的是发展特别好啊，就是算是我们说一个科技的产业，它有 Tier 1嘛， Tier 2嘛，那 Microsoft 绝对是 Tier 1里面的 Top Top 了，就唯一能够跟它打拼的或者说 PK 的只有Amazon 的那个云计算。那美国国防部呢，最后还是选择了用 Microsoft 的 Azure 去给他们自己做一个数据调查、数据分析啊。那这个合同呢，价值数百亿美元啊，那一下子呢就把 Microsoft 的股价往上推了很多啊，就是一下子就涨了12块美金嘛，每股哦啊。所以说，一个好的公司，它就是能够拿到好的项目，对不对？如果说它的Azure 没有这么好的话，那这个这么好的项目不就拱手相让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一个科技公司一定要自己在这个行业领域里面一定要也怎么说呢，就是知识要够硬，然后才能够去打拼打下这个江山。对，这就是我们当时 Green Wavely 的那个 PPT， 我就截了个图。现在世界500强中的 90% 也在用 Microsoft Azure 啊，其实大家也想一想嘛，对不对？我们从小到大啊，都是 Microsoft 的伴随着长大的，是不是？从小就开始用Microsoft 的 Windows， 还有 Microsoft 的 Office Work， 对不对？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基本上从我出生开始吧，就从我上小学到现在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工作也是一直在用 Microsoft。我们其实对 Microsoft 这个公司，它的粘性非常的强。也很难说一下子就从微软转变到别的办公软件，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对，这就是微软为什么能够一直保持强劲的原因。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背后的因素，我也在我的3000字的股评里面都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如果大家对微软有什么别的看法的话，也欢迎跟我联系。对，我也对，这就是股评当时给的目标价。现在已经150了，那就只有6%了。我也会考虑继续把它的那个目标价往上提一提的，可能它的盈利率不止13.4%了。因为我们这个目标价也给的一般就是12个月，就是一整年的目标价，而不是说短期的3个月的目标价嘛，对吧？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 Microsoft，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张图吧，就是我从我觉得他们公司的财报是不是特别丑，就一张彩色的图，别的都是数字。还有文字密密麻麻的，看也看不清楚。对，这就是 Microsoft 的年报，特别的难看，巨丑无比，看得我十分难过。因为别的公司都会用Adobe 的那个PDF 嘛，但是他自己偏不就一定要拿自己的 Word 来做他自己财报，支持自己的产品吧，但是让我们这些投资者就十分的头疼。那说完好的，我们也不能不说不好的嘛，对不对？这句子听起来有点绕。那我可以说，我从5月到现在最失败的推荐就是 NST 啊，一个金矿股叫 Northern Star 之前推荐的时候是11.6块吧，11.2块还是12.6块，记不太得。对，然后现在的价格呢，就一路下滑，跌到了9.8块左右。对，那。之前呢，我们其实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啊，在黄金冲上1550的时候，金矿股和黄金的确是有很强的正向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说金价涨，那金矿股也会一直涨。所以说那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了 NST， 因为有些客户不太想要去。买现货黄金嘛，那可能会觉得股票更保险一点。那个时候我跟 Coco 呢就分别推荐了 NCM 还有 NST
我们认为是金矿股这个领域里面比较好的两家公司啊。没想到在黄金创了新高1550之后呢，它的价格就一路下跌，跌到了现在，对吧？1470的程度。那金矿股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也就一蹶不振了，是不是？因为黄金没有涨啊，金矿股怎么能涨得起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NST 的走势。啊，才9.3块，真的是心都碎了。啊，对。那刚才有客户问 NST 现在可不可以补仓？那我的回答呢，还是现在还不是很明朗。因为我在这里稍微添加了几个沪比移动平均线的简易版啊，就是加了一个60、30和15的均线，方便我自己看。我这个是 Yahoo Finance， 大家可以我是我最常用的网站吧，大家可以试一下，我觉得挺好用的这个网站。下面还可以看到 Volume， 虽然我不怎么看。那我觉得我会在出现这种情况下再去买入 NST。就是当它下面的15天的均线冲破了它上面的60天均线之后呢，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买入的点。那现在的话呢，我可能还是不会选择去买入这只股票。啊，然后对，然后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 APX 嘛，我们之前也说过，之前推荐的时候可能它也就23块钱，那。后来呢，也的确是辉煌过，涨到31，然后对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去研究这个公司。我跟我的同事两个人天天就在看那个 APX 它的营业状况啊，包括它的市场，还有它的主营业务，我们都觉得这个公司它没有问题，甚至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比 Afterpay 更加好一点，因为它其实不是我们说是说 Appen 是做人工智能的嘛。但它其实呢是提供一个大量的数据库，它在过去的十年积累了一个大量的 data source， 然后呢可以给任何一家在澳洲想要去培养自己人工智能的公司提供最好的数据支持啊。它不是说能够给大家直接造一个人工智能出来，而是说你要造人工智能 ，OK 没问题，那我这边呢我就给你提供我这边所有的你能够涉及到的 data， 然后让你去把你的人工智能培养的更加符合现在的市场状况，是这样子的一家公司。所以说，对，我们当时研究了就觉得 APX 这个公司特别独特吧，然后也对我们个人都是对他挺喜欢的，可是之后没想到就是一下子跌到19块多了。对，那个时候呢，我也没自己补，对，我还是就是一直拿着我之前买的那些，然后等到它慢慢涨起来的时候呢，就对，就找个机会把它出了。对，因为我可能就是跟头跌多了吧，就比较怕了，就不太想再碰澳洲的科技股了，包括那个 WiseTech 啊，还有 Afterpay 啊 ，APX 啊，或者说是那个，对，就 XRO 那个公司，对，这些澳洲五大科技公司，可能他们是真的不错，但是对我来说，它的风险可能就波动太大了一点啊。那 NAB 呢，之前也聊过，对吧？什么叫好像有点失败，但不是很亏，就是因为它我们至少收到了它的股息嘛，对不对？6%的股息，那只要它的股价没有跌了超过6%，那我们暂时呢就不是很亏，对不对？那我也相信呢 ，NAB 呢，它会有大家市场重新对它有信心的那一天。然后，就像我们之前年初的时候发生的，年初和年中的时候发生的那个 Royal Commission 嘛。对我们的四大银行进行调查，那个时候 NAB 的股价一度跌到了23块钱，那之后经过几个月的休养生息 ，NAB 还是一样的回到了29块钱。所以我觉得银行股这种公司呢，它就是比较坚挺，然后稳健一点，因为说树比较大嘛，对吧？那公司那个政府啊也不会让它倒，对不对？就是有这一层关系在。那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股市利好的原因嘛，因为大家应该也听说，不管做不做股票，最近应该都听说了，纳斯达克一直在创新高，对不对？那还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经济真的
飞天了吗？很好了吗？那制造业是不是需求很高呢？好像也不是这样，主要还是因为美联储连续三个月的降息，然后给股市打了一剂强心剂。就像麦克一直在电台里面跟大家说，如果澳洲降息，那澳股也会保持持续的强劲，那每一次降息至少能够保持三个月。而且降息呢是一个周期而不是单一的行为，那如果说它开始降了，那它可能就要连续的降。像美联储虽然对吧口是心非一直说哎呀我不会再降了，我不会再降，那还不是连续降了2次嘛。所以有时候美联储主席发表的讲话真的是听听就可以了，主要还是看他怎么做，对不对？当然这特朗普里面可能也会做了一些小的动作，对吧？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就从结果来看。啊，它的确是进行了一波连续的降息，然后股市呢也的确是受到了很大的提振。啊，我这三根绿线呢画出的是分别每一次降息的节点。啊，前两次降息没有起到它有预期的效果，就是因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老是在降息之后跟大家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降息，我们的经济真的很好，不需要再降息。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哎，还是没有啦，其实它就有。对，还是在10月底的时候也进行了第3次的降息，那股市一下子就冲破了之前的新高啊，那也达到了特朗普预期的效果吧，他应该乐翻了啊。好，那道琼斯指数也是一样的表现。那我这边呢也稍微截取了一下，从1980年到1997年啊，美联储17次降息对 S&P500 的影响，大家可以看一下数据。基本上在之后的1年中呢，股市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啊，差不多是平均下来，我们可以看是15%啊，还是比较可观的。那就是按照历史数据的话呢，持续降息之后，美股可能还会大涨1年左右，对，再缓缓的进入熊市。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经济周期啊，它是可以被延迟，但是趋势是很难被逆转的。那我们从08年到现在19年的话呢，已经过了10年，那08年到之前的00年又是个8年，差不多8年到10年一个经济周期嘛。其实我们现在经济已经好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对不对？从08年到19的话，差不多已经快到2020年了，已经12年了，一个整整12年的怎么说呢？熊不是牛市了，对不对？这个从那个我们之前聊过的那个纳斯达克它的历史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那已经经过了12年的牛市，那熊市可能也是不能被避免的嘛，所以大家也要有个心理预期啊，我们大概是在什么点位可以出场啊？那最后呢，我也收到了我们的客户给我们发的2张 IMF，也就是世界货币组织，他在蒙大石大学做的一个 roadshow，它里面有提到，就是现在的制造业正在慢慢的下滑，然后这里有看到是 world trade，然后它的 industrial production，还有世界贸易交易量，还有它的那个工业生产，还有它的制造业的 PMI 指数都在下滑。那它在到达17年和18年的顶峰之后呢，就一直在下滑。19年的话，甚至没有一点抬头的迹象。然后，对，然后这里面呢，就是德国下滑的特别严重，因为大家知道德国是制造业大国嘛，就是有很多大家都很知名的一些汽车的品牌，像是宝马啊、奔驰啊，还有，对，宝马、奔驰我知道比较多，反正都是在德国生产的，所以制造业的下滑也会给德国带来特别严重的影响。那最后说一下它给我们一些比较正面积极的影响吧，就是世界货币组织 IMF 也说了啊，虽然说制造业下滑了，但是服务业和消费者信心都在上升，这可能是因为降息的原因，大家都把钱从银行里面取出来了嘛，然后可能就找地方去消费呗。那大家也知道，中国也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转型嘛，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啊，相信大家都有回国的话有听到口号。对不对？那服务业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包括哪几个产业啊？我们之前说到的金融、医疗、旅游、网站、
教育等等等等，都是属于服务业的类别。所以说呢，其实他们这张 PPT 也给了我们一些未来投资的方向嘛。这些公司就算进入熊市啊，我们可能也不一定会造成他们的股价的下滑。相反，他们的需求反而是在上升的，那他们的公司的盈利率反而可能会越来越高，对不对？像是医疗的话，其实已经体现的比较明显了，就是一直在突破新高，不管是 CSL 还是 NAN 呢。那网站的话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就像是 realestate.com，对不对？今天 realestate.com 的价格是严重下挫了，啊，从112就下滑到了101，好像我记得是，对，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之前在给大家做推荐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说了 REA 的话会在112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那也的确是印证了我们的说法吧。那对，因为那个是技术上显示出来，而不是说它基本面有什么变化，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买这个公司的话呢，如果大家看好房市的话呢，还是可以去配置一点的，因为毕竟网站服务业这种的话，也属于一个比较独立的板块吧，就，哎，对，就很难跟别的板块有重合，对。那今天的网课就到此为止啦，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们下期再见。